你可唔可以唔好杀佢哋啊？喂，两位唔系阻住我啊？喂，其实我都唔赞成杀人噶，不过仆街搞到我老豆咁想，即刻可以落冇手啊！你咁唔有信心？我对你哋有信心啊嘛，嗱，总之就跟人制服佢咧，就俾我冇手。嗱，而家二对一，只可以三咁。好烦啊！喂，你仲唔收埋支枪嘅？你话佢见到你哋两个谋利，会唔会投降啊？咁啊系。 收尾啊，唔该。打我嚟！柴罗系嘛？打我老豆嘛？你爆啦！哇！哇！发泄完未啊？嗱，你绑住佢啦！嗱，你呢次慢慢打。 灵孔，呢张咪我妈 office 间房嘅 floor plan？ 咩嚟噶？炸弹啊！你唔好喐啊！唔好喐啊！你坐住咗个炸弹啊！炸弹闪紧灯啊！个炸弹着咗啦！乜嘢炸弹？我唔知乜嘢炸弹嚟噶，我就系见到个炸弹嘅设计图，同埋我妈间房嘅 floor plan。 我知啦，拆落去想搞扮清洁工人，然之后将个炸弹将佢装凳度，之后炸死佢啊！搞到咁大镬噶！大镬得过你，打晕咗柴罗，而家想问佢点样拆个炸弹都唔得啊！我点知会有炸弹嘅啫？唔系啦，我哋打俾阿易先生问下佢，我哋应该要点做啦嘛？冇用，个炸弹同地雷一样，遵从压力装置，着咗松开就会爆炸。咁你千祈唔好喐啊！我唔喐十分钟之后都会爆啊！ 我已经即刻挂醒佢，挂醒佢，佢都唔会教你拆炸弹噶啦。咁唔系点啫？有，我哋用双筒重量，一边放落，一边拉你去，放手。你走啦！我哋唔会咁冇耐噶。我哋唔会抌低你噶。你记唔记得你阿妈同你讲过啲乜嘢啊？做大事要果断、判决、懂得取舍。个炸弹冇得拆噶啦。 就算我跑出去，两秒之后都会跑。两秒，两秒够时间，你企喺个书柜入边啦。小心啊！出边见。一阵间我数到三，就一齐跳入去。喂，放松啲啦。 出晒手汗啦！呢个时候你仲玩死人噶？呢啲随时都系遗言嚟噶。咁你可唔可以讲啲老礼啲嘅啫？咁如果冇事，你想我点多谢你？肉偿好唔好？肉偿咪益咗你。准备好未？嗯。 一、二、三。
早晨。早你个头，做梦咗你啊！仲识闹人，真系冇事冇干冇事啦，系嘛？仲唔出去？喂，唔好喐啦，唔痛啊！你只手插咗我裤浪底度。喂，睇住睇住，好痛啊！你只手佢摄咗我啰柚度咯。咁点好啊？揪住。仲唔出去？你出先啦。夹住咗我点出啊？边度夹住你？你只脚啊！哇，慢啲慢啲，我条腰好痛。你兩個搞咩，大佬？唔帶你㗎，快啲啦！警察嚟啦！好彩有你啊，如果我實硬曬。警察，講啊！呢條咩嘢啊你？喂！咩料啊？我條腰硬曬啫喎，都要打。最新劇集《逆天奇案二》已經在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上架了，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？快點去下載這個 Apps 來煲劇吧。